Oh my god！ 这比弗莱尔真的恐怖一万倍。弗莱尔现在算什么？我等会还要穿15公分的高跟鞋。大冬天的，这真的哦，这是没有穿那种带肉的丝袜哦。这是真的皮肤的脚脖子哦。完全听不见我。很长一段步弹嘛，然后它不是有一个那个中间的那个转地最转哪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最那个，我就想说吉他我就背着了，然后我就要把这个麦，到时候我不是架子的麦嘛，我把手麦拿出来，然后我就不在这儿站着了，我就往前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跟他们或者跟观众跟他们互动了。但那个舞台是不是不大呀？不大，它就是一个菱形的，所以我也走不了很那个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在菱形这个范围，可能顶多就前面再走一点，那前面很窄。那你是想，鼓还是放到中间，然后键盘、吉他左、贝斯左右吗？还是这样子？
还是说他还是个圈，两边都有观众，两边都有观众。他两边都有观众，但只不过他是个我们中间那个就是个菱形的牌子。哦。所以不太能够很大的移动，其实。就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散开一点。可以，那的加李加阿瑞就站起来，兄弟，行，试一下，来，咱试一下，来来来，一比一还原一下啊，一比一还原一下，可能现在比这个还会嗯，我好怕我背过去的时候打到这个。看舞台吧，看舞台。咱们就说必须得往前，然后他噔噔噔噔噔的时候我退回去，然后再把这个拿下来。自己来了个音效，有音效。Thank you.
变相观众了。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澳门，然后现在是早上的几点？中午。啊，中午的十二点多，我现在要参加那个星光大赏，所以就是要开始画一个星光大赏的红毯妆容。那我们先开始吧。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眼部打底，然后我脸上现在这三坨是贴片面膜、精华面膜。嗯。但我其实刚才已经敷过面膜。啊，是吗？所以它掉就掉吧。起到造型的作用。OK。我脸，你画。嗯。卖假发的，现在加了一个蓝色的眼影。我们这次要尝试的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非常大胆的红毯妆。一般红毯的话，大家其实都是会选择去画一个比较干净一点，就是没有什么颜色的，对吧？对，就是相对对，因为它是一个没不会出错的选择。但我们今天就想要挑战一下带有一点蓝色眼影的感觉。眼妆还差一些精髓，眼妆现在啊，对，眼妆现在差一些精髓，然后现在要上粉底了。讲讲，现在就是一个星光扑棱蛾子已经出现了。就刚才由于还要换衣服，然后着急出门的缘故，所以我忘记了拍视频。现在给你们呈现一下最终的这个样子。丢丢。然后我就戴了一个蓝色的眼珠子。然后刚才这个前面就是老师给我加的小心机，一会儿红毯见吧。哦对，还有我的美甲。
今晚就是什么剧透的那些地方吗？剧透的呀，就因为节目单已经都是一个朋克摇滚，就跟我现在唱的歌完全是完全两个极端，两个极端，对，反的是爱人的反的，对，就是爱人的光面。OK， 那我们期待一下这个表演，好吗？好，走。不能儿子，不能儿子，就是全身上下表现出哀人的气息。在干嘛呢？看美女。在选美甲，五分钟出片。匆匆忙忙。